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启源传道。今日我们会继续阅读雅各的经历。上文提到他离家之后投靠舅父拉班。在今日的经文，我们将镜头转到描述雅各和他两位妻子这个核心家庭的互动当中。经文一开始就带出今日这个核心家庭所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生育问题。拉结和利亚同为雅各的妻子，经文告诉我们知道雅各爱拉结，而利亚就因此而失宠。虽然雅各的感情投放是这样，但是生育的实况却是完全相反。在第29章31节提到，耶和华的介入令利亚生育，并为雅各生了四个儿子，拉结却不生育。就在这个背景底下，这个的家庭里面各个成员都出现了不同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在当中，个人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自身的情绪，甚至乎因此引申出不同的非理性行为。我们首先看看两位妻子的表现。拉结因为自己未能怀孕，即使得到雅各更多的关注，都对他姐姐利亚心怀妒忌之心，而且他将这一份的情绪完全发泄在雅各身上，要求雅各给他儿子，否则就求死。这个以死相逼的情节令人完完全全地感受到拉结对生产的渴求，因此他做出让侍女代替他生育这个非理性行为。在旧约时期，不能够生育对于女性来讲是一份耻辱，亦都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家中的地位和价值。但是在当时，生育是一份礼物来自上帝，对于拉结的行为我们或者可以理解，但同时都要知道用这种方法去处理是完完全全地出于自己的想法，是随自己心意去解决眼前的不安。至于利亚，雅各一家这个的家庭故事正正是由利亚失宠开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见到上帝的介入，也都见到利亚在失宠底下希望藉生产去表现上帝在他身上面的祝福。我们其实可以从四个孩子的名字里面见到，从看见苦情到上帝听见他的需要，甚至利亚渴求丈夫能与他依附联合，以至最终的赞美。流便、西面、利未、犹大这四个儿子的名字，也都让读者能够见到利亚的想法。可以想象，对于利亚而言，在没有丈夫雅各的爱的情况下，生育被神祝福，好像是在他屋企里面唯一可以感恩的事。从姊妹相争到他们各派出侍女参与这一场家庭斗争，我们可以见到他们对生产的着紧。但是先补充一点，这一种做法是在之前阿伯拉罕妻子撒拉亦都曾经出现过，是当时风俗容许得到孩子的方法。翻到经文，因为拉结未能生育，所以他先要求丈夫与侍女匹拉同房。这个的做法让匹拉成功生育了两个儿子。我们又可以在他们的名字见到拉结的心情，先是但，里面有上帝伸冤的意思，而第二个仔则叫做拿弗他利，是相争的意思。我们见到拉结将他所经历的事情从侍女儿子名字里面写了出来。在当中我们亦都感受到用这个方法好像令他在家里面找到一些的价值。同时间，利亚亦都因为自己停止生产，为免因为拉结的计划成功，又为了保护自己在家里面的地位，同样用侍女释帕被丈夫纳为妾，成功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包括加德和亚切。
在名字里面，我们可以见到利亚为着这次的生育成功而有感恩的心，也同样感恩神以生育为祝福保存他在家中的一个地位。虽然拉结好像直使女为雅各留有后代，但见到利亚藉同样的方法都能够得到儿子，所以他心底里面依然好想亲自自己为雅各生子。所以经文继续发展到蜂茄事件。蜂茄或者译作曼陀罗花，在过去是被人认为是可以刺激生育的一个植物。利亚因为儿子里面在田中找到而可以得到这个的蜂茄。拉结知道了之后，即刻好想在他手上面拿到回来，并且又因为在情急底下用同寝的机会变卖交换蜂茄。最后拉结得到蜂茄，再一次希望用自己的方法去生 BB， 但最后生育的却是利亚。经文交代停止生产的利亚再次藉着上帝的应允而生子，两个的儿子包括撒加和西布伦，意思是利亚因神的祝福在家中重新得到了价值，以及得到和丈夫同住的机会。在故事最后，苦苦求子的拉结从种种自己的计划方法底下都不能够生 BB， 上帝在这个时候就对拉结的想法伸出怜悯顾念，最后拉结成功藉上帝生了约瑟，也都令拉结自己明白唯有藉着上帝才可以除去他在家里面的羞耻。拉结以侍女为雅各生子，以同寝机会交换蜂茄，而利亚则为了寻找自己在家中的价值与地位，即使在生产日事里面有优势，依然要用不同的方法与拉结相争，他们都同样用自己的方法去回应情绪。而在这件事里面，还有一位重要的角色近乎消失了一样，那个人就是雅各。这位一家之主用逃避或者是顺从的非理性行为去回应家庭中的压力。叙事者当中让我们透过不同的线索见到人在个人渴求不被满足，在压力或者是失望当中所产生的情绪驱使下做出不同的非理性行为。无论是什么方法都好，面对不安和压力，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尽快挪开眼前的困难，但那份出于自己的方法却常常带来不同的反效果。作为基督徒的大家，试想想在不安和压力底下，上帝的角色位置在哪一度呢？你处理事情的方法和非基督徒又有没有分别呢？回到经文当中，其实在这个家庭相争的背后，经文从开首和结尾都被上帝介入所处理。上帝的角色和能力都是在我们眼见的不安和压力之上，他的意念也都是我们意念之上。愿我们都能够学习放手跟随，在地上活出一个从神分别出来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时刻的提醒。在生命当中，我们往往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眼前似乎很大很严重好不安的事，而忘记将事情去交托。愿你教导我们在压力当中懂得去寻求你，同时懂得去聆听跟随你的心意，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愿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分别为圣，在处事当中让人见到你的荣耀，亦都让我们的行为举止有益于别人。以上祷告是奉我主基督的圣名字祈求，阿们。